保生大帝台湾开基祖庙学家朱志强，今仔四月十七日起，一连三天举办国家重要民俗学家上北搭挂香大祭典，吸引数万人人潮热情参与，锣鼓喧天，相当闹热，咱一同来看。
Thank you.
今日非常感谢各位办案人员以及各位前辈大哥，大家这么虔诚，这么老实，啊，就是来报团吼，报团参加给咱这个一年、三年、五年了结第一档的活动，非常感谢。
Thank you.
计划，是咱个时代在做这个，我们这个时代在做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还是家好。有一个人的事情，是咱个时代的难处，一个人的难处，一条三条不能加，这就大事，我还是要听。咱们共同开始做起来的，大家大家给咱们打个加油，咱们是要开团结。
我们这边的不太有意思，不太有意思，好啊，好啊。